不是像你想的那样，薇薇。很晚了，别闹了，先回家。嗯，我不回，不回。沈燕的电话，这么晚了，他找你肯定有事情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喂，沈总，我是毕东。薇薇呢？陈薇跟我在一块，他喝醉了。你们在哪儿？我去找你们。我等等就送他回家。那谁让你接我电话的？好好走，好好走。这是哪里啊？我家，不然哪里啊？你家？啊？我怎么看着像我家呢？你真的喝多了。喂，好难走。楼梯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走啊？小心点，小心。哎呀，难走啊！好好走，好好走，好好好。哎妈呀！哎，天！好了，喂，你在干嘛？啊！我的床，不然谁的床？什么你的床？我的床啊！家里没人，我猜你就会在这儿。你怎么来了？还嫌事儿不够大吗？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我不可能把自己藏起来，让你一个人面对。那只是一个误会，我们俩根本……你真的觉得这只是一个误会？薇薇她特别喜欢你。他见到你的第一次就告诉过我，可今天让他看到我们俩，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。我只希望他能原谅我。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没有。薇薇如果因为这件事再也不见我，那么以后我们也不要再见了。他现在还在气头上，你等他消消气再来找他不好吗？你还是回去吧。一会儿他回来了，看到你还在这儿，根本就不会好好听我解释的。夜深了，雨下这么大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，我陪着你。他回来我就走。我，就算你拒绝，我也会坚持的。哪有这么完美的人啊？睫毛这么长，皮肤这么白，只顾向前走，忘了看四周。你疲倦了没有？有没有烦忧？这么大的地球，足够我们回头，足够回首千百万次，遗憾累成几层楼。
这世界的每个角落，连同失散的这个我，全都归还到你的手里，弥补了蹉跎。那曾不得已的逃脱，给生命留下的曲折，以后的生活坎坷或快乐都有个我。起来了，赶紧吃早餐，不能上班迟到了。说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有没有？有，当然有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男人。你，哎呀，这个小孩天天吃你，你不要脸！我把你真的走光了。你出去。我要换衣服。那么避讳干嘛？我该看的都看过了。你啊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好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好，我现在滚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现在就出去。记得吃早饭，然后赶快换衣服。很容易让人家误会你昨天晚上。滚！微微，微微，昨天的事情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并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我看到的也不对，想的也不对，合着都是我不对了？那只是一个误会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。我和陆准只是朋友。只是朋友？朋友可以接吻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随便了？你想想，如果我真的对陆准有想法，怎么会等到现在？因为你怕，你怕别人说你对叶奇磊不够专一。如果我有想法的话，怎么会等他五年的时间？是你一直在骗别人，骗到连你自己都相信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看我？想想真的挺可笑的啊，我们俩这么多年的好朋友，我现在才把你看清楚，原来你是这么虚伪的一个人。
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喜欢陆准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可以公平竞争嘛。现在算什么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虚伪的人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敢说你对陆准一点意思没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那么多男人，你为什么偏偏跟我抢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抢。可事实就是抢了呀，不是吗？那天我被陆准拒绝了，我还跑到您那寻找安慰，想必你当时已经乐开花了吧？我没有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我被男人骗也就算了，我竟然被我最好的闺蜜骗。作为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希望你好，但是我更希望从今以后你不要在我的世界里出现。